你看中国人呢，中国人就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我们南京大屠杀，我们说我们被日本人啊干掉了什么三十几万，然后什么全城都灭没了，可是证据呢？人日本人说我们没杀呀，或者说你把名单给我呀，中国人名单又弄不清楚，到底是有多少人，这就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。你看看人家犹太人，看这怎么写的，人家犹太人把名单都给你列出来了啊，400万，现在据说有600来人被杀了，可是呢很多名单已经没了，但是现在能列出来的已经是超过了400万的名字，并且这个调查呢还在继续。那么你们一看这个地方，看看这个密密麻麻的东西啊，不知道你们能看清吗？好像这个焦度不行，这都是名字啊，一摞一摞的全是名字啊，这就是400万人的名字，这面还有啊，这都是档案，这个还在继续啊，还在继续 ，to be continued。所以中国就让人笑话了，对吧？你把名单给出来，该是多少就是多少，对吧？我们估计30万人，然后你列出来个名单，能调查出来多少多少，名单都没有，真是太糟糕了。这面是幸存者的照片，